今天要介绍的植物是无患子，无患子是无患子科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叶子，它是一回基束与状复叶，一回就是这样子，再分小叶子。基束就是它到尾尖的时候呢，只有单数13579，并不是两个排列成偶数的。它的叶子是纸质的，羽状脉非常的明显，用摸的可以摸得出它的细纹。来，我们看它的这边，其实它的枝条上面有很多的皮孔，这里，对，然后它的叶柄这里会凸起来，会膨大。我们很常说无患子，有人拿无患子来做那个洗洁用具。它是种子结出来之后呢，它的种子里面的籽，它有一个皮一个籽，里面那个是没有用的，那个就可以拿去来种无患子长大。它的皮呢搓一搓就会有泡泡，所以我们就会提炼说无患子可以当成清洁剂什么的。来看一下，这它大概就是这样。好，我今天介绍的植物到这里。